光灯亮一点就行了。来一把合肥推挡，希望打这个安妮的话带多兰顿好还是多兰剑好呢？多兰顿，多兰剑吧，兄弟们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啊，多兰顿吧，好慌。啊，多兰剑吧，不太好打他。2700场安妮，我靠，57的胜率，我靠，打野多兰，我打不过他。干不过，干不过！我靠，2700场，安妮，有点难受，兄弟们。全军出击！这地方让我觉得……我反正尽量不会坑我的队友，尽量 C 我的队友。嗯。这一把的话，咱们对线安妮不太好对线的，不好对线，不好对线，把他拉过去。怎么说？合肥推拿，Q 中了他就会慌，兄弟们，他被我 Q 中了他就会慌，但是不咋掉血。合肥推拿。服好的，不亏。合肥推拿，两级我们学一个，两级咱们学一个 W 吧。好。不太好打他，兄弟们，有一说一，确实不太好打。这把的话，对面脆皮比较多，嗯，这把脆皮比较多，全都是脆皮。等他把线推过来，不急。这个的话，咱用技能补。好，咱现在没有啥蓝了，咱们没什么蓝，怎么说？蜘蛛这一波非常 nice， 支援的非常到位，一血有了，漂亮。跟他和平发育一会儿啊，肯定不亏。精油，哎呀，精油涂满了。精油护体，跑了，这一波最好回城，溜了。他要推线了，但这波线的话我守不住。漂亮，回家。长剑，150。miss 了。走吧，别浪吧。我操，我亏了一大波线。但是没啥办法，我吃这波线的话他越我塔，我吃波不吃这波线我也亏了。这把不能给安妮单杀，给他一旦单杀了这把就不太好对线了。哎， F6 被偷了，剑圣在打石头人吗？瞅一眼。哎，小屁崽子，这你不搞的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长奔火链，那你死了呀，港派谁呀？白给，帮你推波线，剑圣给我逮到了，这一波扫描还可以吧？剑圣想偷 buff 啊？哎，我应该带 TP 的，讲道理，我应该打他的话应该带 TP。感觉比单杀还难受，确实有一点，有点难受，感觉得出个魔抗，不然的话给他秒了，不是很赚。
好，他快六了，他还没到六，我去上路吃了一点经验。哎，上路被单杀了吗？不给他，别给他往这边跑，不然的话他要吃兵线。走了，没钱了，没蓝了，上不了，上不了。安妮六了。怂一点，怂一点。不会想杀我吧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这么想杀我？不是吧，不是吧。这么大支援啊，这么大支援啊。谢谢云云云送的飞机啊，我差钱，我没必要回家，我差个100块，回家铁刺边了。这50块钱能拿吗？我推线很快，好吧，杀不死我没用，你也没蓝了，没用，杀不死我，溜了，插眼，回家一下。前期没单杀我，那他没有用。铁丝鞭。有时候为什么不出女神之泪？因为出女神之泪，漂亮！我操！我操你个 DJ！ 这一波你要能反杀，我直播吃屎！可以啊，这一波还行，这一波蜘蛛已经很秀了，但是没办法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一波空线很到位。只能干不过他们。敢带线？直接守塔走。我来吃，我来吃。你来守中，我来吃这波线。这种粗活就交给我了。马上八级。主 Q 负一吧，塔皮吃一下。溜了。冠灯老大冲击，港派水呀，点了合肥天堂。为什么你这个逼可以跑这么快？我操！哈哈！我操！这他妈也行吗，兄弟们？我心态坏了。哎呦，这都没杀掉，我吐了呀！剑圣四个头，我操！哎呦，他我这个 E 对他没有用吗？我这个 E 为什么他会反向跑？他为什么不往我这边跑啊？我靠！miss 了，小心！我操你！
心态坏了。你也没啥用啊，是吧？我操，一个头没拿，还行吧，这一波的话还可以吧，这一波还行吧，还行，这一波赚了，还行，有惊无险，吃塔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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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。回家一下，咱回家的话买个挺进破坏者。好，我觉得安妮应该是大概率没有闪现的。回家一下，九级了，等级还可以，我这把补刀还可以。我这一波可以飞塔，如果他敢吃塔皮我直接飞，他应该想吃塔皮，他得走位，不想吃塔皮，不敢吃塔皮，不敢吃。不能飞，不了飞一波杀不死。杀不死就没必要飞了，吃个鸡吧。对吧，那没办法，我看你是癞蛤蟆跳悬崖，想当蝙蝠侠你，小老弟。主播的会所梦魇还是很强的呀。直接怒吃塔皮，漂亮呢，小老弟。吃塔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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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敌了，兄弟们。吃塔皮。吃塔皮，吃塔皮，很好，插个眼，有人 TP 了，但是我看到了，溜喽，我操，来来来，我回家喽，你，哦，我操，港派指压，金牛护体，合肥天狼。交闪，弹弹弹，挺进破坏者，合肥腿脑，完蛋了，兄弟们！金牛护体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兄弟们，那怎么跑呀？这两个屌毛，我靠，前后包夹那是一点办法没有，兄弟们，我吐了。鞋的话，买一个耐操鞋。那是真跑不掉喽！真也来一个，剑圣是不是交闪了呀？那肯定交了，他不交的话，这一波应该是追不上我的。交闪了，没办法。给你杀，反正不值钱。嗯。给你少，反正不值钱。金牛护体，神经病啊！干嘛呀？咋了？把我当脆皮啊？不是吧？你还想秒我？是没有想到，你等级都没我高，我靠！我看你是马保国干颗大力士，简直就是不知深浅，你还想来杀我？
不知深浅。我都十二级了，兄弟们，十五分钟140刀，对面只有115刀，不知深浅。石头人吃一下，三个四个，哎，那下路一个人没有，哎，继续带，继续投塔，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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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，直接投塔，直接投，直接投塔，直接投塔，直接投塔，大眼，完蛋了，我操，兄弟们，金油护体，我操，完蛋了，兄弟们，还追是吧，剑圣？正打你啊！我操！你像你妈个魔教马保国你！我回家一下。我以为他还追呢，我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带一下。回家也没什么装备可以出，再带一波。直接推二塔，对吧？直接推塔，他们应该去打峡谷先锋了。我们直接带单带偷塔喽。阿七单挑打不过我，他单挑是打不过我的。13级打你11级跟切菜一样，真的。不要嚣张，阿七，我有铁蓝。哟，来了。别嚣张啊，我13级打你11级还是很好打的，虽然说我没有蓝，赶快怎样点蓝，我操，没蓝，有蓝打死了，可以先送你个头红水线，我靠，没蓝，而且给他红尘了，不给他红尘他也死了，红尘的话减少20%的伤害，给他红尘了，可以，没用，打团的话控制他就行，725块钱，嗯，这一把主播是局外人吗？这一把对面安妮2-3-0怎么是局外人呢，兄弟们？这个中路也没什么参团呢，两个参团，我四个，对吧？你别跟我其他人比啊，你跟中路比啊，是不是？三狼来一个，我直接飞了，来直接打团了，来我飞了，直接开飞，谁敢守塔，谁就得死，上下都没有回答。我直接飞了，换成老妈飞机，又来了，还不回家，回家塔没喽，直接合飞推拿，推推推，我操，别急别急，留技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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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人呢，金油护体，金油金，我操，兄弟们，我他妈被控了，我操，找个班上一下可以，这是啥呀，我被控了5秒钟，兄弟们，我不跟你们开玩笑，他死了，漂亮，我被控，我被控了整整5秒，我他妈动不了，感谢刘风吟送的飞机啊，谢谢刘凤仪，我被我移动动不了，真的移动动不了，兄弟们，来个表，带个表，带个表，这个有点过分了，那这把不赢了吗，兄弟们，是吧，还可以的，上路带他一波，有人说这把，兄弟们，这把还真不会不是躺，这把这个剑魔在我这边最起码拿了4个头，讲道理，
我最起码帮剑魔拿了四个头。觉得主播说的没有毛病的朋友扣个一，对吧？我们直接带上。漂亮，十四级了。直接关灯，丧失视野。这手关灯还可以吧？关灯的话，对面没有视野了，可以吧？看到没有？这手关灯可以的。直接推，直接推，可以。进油重要，漂亮。以为半英雄有用吗？半英雄也没有用的。感谢，哎。